人生七十余载，我经历过一些波澜壮阔的历史时刻，也遇见过许多值得铭记的珍贵风景。能坐看梨园的辉煌璀璨，也能平心接受命运的考验。戏曲让我学会了笑看世事变迁，更保存了我心底柔软的女性底色，至柔至刚是女子，至情至性是侠客。我是行走的武旦，宋派传人宋丹菊。奉上乡民迎贵客，品茶品戏品人生。那今天我们角儿来了，请到了京剧名家宋丹菊老师，我们再次向你掌声欢迎他的到来。我们同时啊，备上香茶以敬贵客。宋老师，欢迎您的到来。好。平常喝茶有什么讲究吗？不讲究呀。我们说呀，今天请到京剧名家宋丹菊老师来做客角儿来了。在这之前呢，就在网络端进行了信息的发布，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朋友们也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他们的分布情况，请看热力图。有来自上海、天津、湖北、北京的戏迷朋友参与到我们本期节目的互动当中来。那我们从网友朋友们当中啊，选出了100位幸运网友入座我们的虚拟观众席，咱们也响起掌声欢迎他们好吗？这100位网友朋友们，他们都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问答当中了。那通过几轮的问答之后，最终呢会有一位幸运网友可以实现和我们的名家进行实时的连线，好不好？一会儿我们来看看谁是这位幸运儿。我们知道宋丹菊老师啊，他的从艺道路啊是受父亲宋德珠先生的影响。您这节目叫角儿来了，我说对我来确切一点，就是看过好角儿的人来了。宋丹菊1942年出生于北京，是京剧四小名旦之一宋德珠之女，更是中国第一位获得梅花奖的京剧武旦演员。她出身梨园世家，专艺多师，博才众长，打造出了刚中带妹的扈三娘、万香友等经典角色。她以毕生精力践行了宋派的静态美、动态媚、力度脆、气势锐，潜心研究，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让宋派艺术独树一帜。同时，他杏坛执教30余载，桃李满天下。2012年，他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传播和弘扬宋派艺术、戏曲艺术。他身体力行，从未止步。那今天啊，我们网络端的第一道问题就和您的从艺经历有关，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
宋丹菊曾经学过以下哪个京剧旦行流派？一共有四个选项 ：A. 梅派 ，B. 上派 ，C. 程派 ，D. 荀派。这要说我这个学的这些派别啊，领入我进入戏曲这个门，是荀卫生爷爷。哦，因为荀派，我父亲带着我啊到荀家去，一进门就说这丫头不错呀，告诉他。那会儿我就1.63米，您那时候多大呀？我就11、12岁吧。那您11、12岁就长得就这么高，就高 啊。就是荀爷爷跟我父亲说呀，这个丫头学戏没学呀？我爸爸说，哎，一个丫头不学戏。我说荀爷爷都说我学戏行。后来呢，我父亲就给请了陈金彪先生，是我师叔，说天天呢到荀家去给那个荀先生的女儿说戏，我就跟着一块儿。练功，我们在这练功的时候，比如你的山膀，你的山膀拉的这样就不行，荀爷爷就打你手一下，这叫猪爪儿，规范。哎，爷爷就把这手就给你捏上，兰花指，纠正这些小的细节。哎，等于是我的开蒙老师呢，也算是荀爷爷。那所以说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D， 荀派。对，开蒙的时候是荀派。那我们也看一下网络端究竟有多少人回答正确呢？请看，一共100位虚拟观众席的网友，那这道问题回答正确的有81位，我们也向你掌声祝贺他们。不少，不少，看来有不少人对您还是很了解的。谢谢，谢谢。刚才说了您的从艺经历，那我觉得有一出戏不能不提，那就是《战宛城》了。这出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的？从小的时候啊，我跟着我姥爷外祖父，我外祖父叫孙玉坤，是杨派武生，啊，他呢就带着我到小老板家里头去过。小翠花，小翠花，哎，叫于连泉，我到于爷爷家里头，我就看他那脚步，我就看他的眼神，他动作和他那肩膀那揉肩膀那碎步走的，我就印象在脑子里头，从小。后来我就是这出戏呢，是崔荣英老师开始给我说的。我后来我父亲回来也给我说过这出戏。我记得当年是为了纪念徽班进京200周年，200周年举行的这样一个汇报演出啊，跟台湾合作的。台湾我有两个舅舅啊，就是孙玉坤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孙元斌，一个叫孙元坡，是傅连城科班的哦，傅连城的。一个唱武生的，一个唱花脸的，而这里头这戏里头呢，有一个张秀是武生，那个曹操是花脸，是咱们中国大陆和中国宝岛台湾的艺术家们一起联袂和联袂演出的，第一次两岸文化交流。哎，我父亲跟我姥爷就是外祖父唱这出戏，被誉为是汪旭合作，现在我跟我两个舅舅演呢。那个有的宣传部门就写的报纸上是那个生舅，把他们两个人呢能跟我这外甥女儿合在一块儿，这个演这出戏，是拴角儿的戏。拴角儿的戏啊，那您要在表演当中都有哪些跟别人不一样的特点呢？虽然是这是个小派戏，但是我里边融汇了很多宋派的东西，比如说掐花儿、闻花儿的时候，我把这腿这么涮过来。转过来以后，我蹲下去的时候，我闻这花，我这腿一直不落身，这就是这种功夫，就基本上属于武旦的，还得稳，你不能晃悠，对，那时候我还穿着厚底儿，垫起这么高来，然后你在蹲的时候，一只脚蹲，一只脚站，就跟现在此敲一样，也有点像我们现在穿那个松糕鞋啊，它不太好掌握这个平衡，除了这个动作之外，好像还有一个叫弹鞋，是吗？对，就当时您怎么想的要加入这个？是这样的，这个百无聊赖，这个邹氏呆得浑身疼，捏捏这儿，捶捶腿，哪儿都不舒服，不舒服的，哎呦，这膝盖也酸也疼，哟，我这鞋上怎么有个黑点啊？我弹的又够不着，所以怎么办呢？我就设想了，我说我能不能？把这腿抬起来，抬到这儿，然后我弹一弹，然后擦一擦啊。因为我父亲那会儿也说过，在舞台上不能轻易的抬腿，那是讲究高级的艺术，
就是不让这个旦角啊把这开这开大档。后来呢，我就请教金鲁师叔，金鲁师叔说，你只要有原因为什么就行，我不是无缘无故的我就抬腿，是吧？你没有道理，是吧？这个事我够不着，我抬腿，然后呢，还有一小故事呢。有那观众说，我一抬起来以后吧，我这袜子上有牌子，他们都看见了。人家还以为您做广告呢，是吧？没有错，我这腿呢，那时候能抬到这儿，这就是您小时候打下的非常坚实的基本功了哈。是。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荀派、小派，您还学过什么流派呀？我学过王派，因为我父亲就是王耀庆先生的学生。后来我父亲故去以后呢，由这个老王玉荣姑姑就给我介绍说，拜了王耀老的弟子叫程玉清，我就拜在他的门下。所以我们的戏呢就是一脉相承。哎，我父亲是王耀老的弟子，我又是王耀老弟子的学生。弟子啊，学生。咱聊了这么多了，是不是也请您的弟子上台给大家展示一段啊？请出我那个弟子，他演出一段《青石山》给大家看看。来，掌声欢迎。竟胜丧了性命。
你我男女有别，小姐还是快快走去了吧。啊，小姐就在府中暂且住下，再做到你玉色相公。小姐谢谢青年演员戴晶晶啊，刚才为我们带来您的代表作《青石山》当中的九尾玄狐当中的文戏片段，您觉得他表现得怎么样？还是不错的。啊，说到自己弟子都觉得特别自豪啊。我知道您是一直跟着父亲在学戏，是吗？是，因为我没上过戏校，跟我父亲主要的是学武旦，我父亲也教过我很多文戏。我知道您学戏之后呢，是进到了北京京剧团，那个时候您多大呀？我那会儿进团的时候是14岁。哦，很小啊，那会儿还来不了什么大戏。那么后来有一次的机会，是那个裘先生的合作的戏啊，那个《铡美案》那戏，皇姑也有位老师他没来，我从前呢是那老师来的时候我是站他后边的宫女，所以我把这些戏呢都基本上看会了。有心人老师就问你们谁能赶紧办戏穿这活儿，就问到我了，丹菊你行不行？我说那我就来吧。然后裘先生这就进场了。裘先生说一看，哟，我怎么来了，说来化妆来了，说那就说两句吧。裘先生一边勾脸一边跟我对一下词儿，然后呢我唱台上的时候呢，台上秀说这谁呀，这是一瞧不像原来的那个旦角儿。后来就到后台来了，一看是我，后来还给我起一外号叫宋大胆儿。真的是但是当时的这样子的一个契机让您一下子让大家眼前一亮，总算是没给抖漏子啊。后来呢领导上有些活呢就赶派我了。要说到当年您在北京京剧团的这段经历啊，今天有一位见证者也想分享一下他的感受，来我们听一听他有什么话要说。丹菊同志进北京京剧团呢，是1958年，是与招收学员进的北京京剧团。他到了北京京剧团呢，先演一些配角，甚至于呢演宫女，非常之刻苦。一个演员呢，由基层一直到演重要配角，一直到演主演，这个台阶啊，他总算是往上走啊。现在听说他这个教学发展了宋派艺术，希望他能把这个宋派艺术啊，能传承下一代啊。我们也希望丹菊老师啊身体健康。谢谢池金生老人啊。池老师啊今年已经97岁高龄了，我们在这里祝他健康长寿。是刚才听到池老师的这番言语，可以感觉到他一直是看着您一步一个台阶的走上来的。您是在1987年的时候，第五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成为了京剧武旦第一个拿梅花奖的人。还记得当年您拿梅花奖的剧目吗？得梅花奖的时候是三个剧目，一出那个《改容战妇》，椅子宫那一场《斩情任侠》，一出那个《继子》，是昆曲的《继子》，还有一出《扈家庄》，是属于武戏。那时候要求呢你自己创造的这戏，改容战妇虽然是我父亲1939年唱的戏，但是我不是我父亲教的这出戏，是我创造。因为事隔年头有60-70年了，就是凭着翁老给我两张照片，我父亲的两张照片在椅子上，在这椅子上摆着相的掏着铃子，这么两张相片。当时金鲁师叔也还健在，
我有些情况就问问，根据宋派的特色，怎么样念，怎么样唱，怎么样后头还有扎着靠开打，啊，创造出这么一出戏。那么也有很多地方戏，我教了大概有20多个剧种，就移植了改容战父，改容战父这出戏。那今天是不是也请您的学生为我们再现一下精彩的片段呀？是，就请我那个学生张婉婷，演一出椅子这一点功力。好，我们一起来欣赏张婉婷为我们带来的京剧《改容战父》当中的精彩片段，有请。这一书生，我来问你，你慌慌张张的，意欲何往？我要去那洛州喊父。奔往那罗州韩荣韩府吗？是啊。女大王恕罪，女大王恕罪。你要奔往那韩府，定是与那韩荣同谋，窥探我的山寨。不，你看见。是奸细，不是探山的，我有满怀的心事啊。什么？你有满怀的心事吗？真是。只因秀大大，我怎好开口？怎么着，本大王我问你的心事，你有点不好开口了呀？你别害羞，你别害臊。是。只因我婚姻之欲不平，心内气慌。怎么着，你的心事乃是为了婚姻二字心怀不平吗？真是。你别害怕。是。心别慌。是。你给我。
谢谢张婉婷啊，刚才为我们带来的京剧《敢荣战父》当中的椅子功啊，这个也可以说是宋丹菊老师啊，结合了父亲的两张照片，然后发挥了宋派的艺术。是郑梅花奖，他要求啊，有一出你创造的戏，这前面一出跟后边一出呢，演完了以后，中间呢有一出昆曲戏。我还想问问您，昆曲是跟谁学的？怎么会想到拿一个昆曲来参加这么重要的比赛？我和朱文相结婚以后呢，我也受他的影响，他们呢就说提倡啊，京剧演员应该会几十出昆曲戏，这样来提高你的素养。经过人介绍呢，就认识了朱家进先生。他就是研究昆曲的专家。朱家进曾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朱家进自幼酷爱戏曲，早年跟随杨小楼先生学习，曾兼任梅兰芳艺术顾问，参与整理了梅兰芳口述自传《舞台生活四十年》，是我国著名的戏曲研究家。说到朱家进先生，我们知道他是非常著名的戏曲理论家，是也是清史研究家。那今天呢，还有一位神秘嘉宾想分享一下您和朱家的感情哦，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您来猜一猜，看看他是谁呢？好，宋大哥好。啊，您再说一遍。宋大哥好。宋大哥好。我现在就知道是谁了。是谁呢？这是朱老伯的女儿，是不是传荣？是吗？来，我们掌声欢迎。欢迎朱家进先生的女儿朱传荣女士。那刚才您打招呼的时候喊了一声宋大哥，那接下来这道问题啊，就跟这段往事有关。我们先来看一下，朱家进的子女称宋丹菊为大哥源于何事？一共有三个选项 ：A. 宋丹菊性格像男孩子 ；B. 宋丹菊与朱家进出演过父子 ；C. 宋丹菊爱穿男装。这个称呼就是源于宋大哥和我父亲一起演弟子。哦，合演过父子。对，我今天呢也带来一件我们家里跟宋丹菊老师最直接的一个纪念品吧。看您手里一直在捧着哈。这个照片啊，就是他在我们家当这个大哥的一个证据。所以也就是因为演了这出戏，从此以后就在家里面，在朱家就叫响了宋大哥这样一个称谓了。刚才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选择的是 B, 宋丹菊与朱家进出演过父子。那我们看一下网络端有多少位网友回答正确呢？刚才还有81位，那这道题答对的有多少位？42位，掌声送给他们吧，好不好？祝贺。那您跟朱家进先生除了一起演过弟子之外，还合作过其他的一些剧吗？学过。那可多了，可多了，太多了。这是我父亲的一个画传，这个里边的剧照，宋老师占了很大部分。是他们两位合作的一些剧照哈，这就是弟子，这就是弟子啊，这是青石山，这是青石山，为了纪念杨小楼先生，110周年，110周年演过好多剧目，演过好多戏，跟朱老唱呢，我就更得意什么呀？他呢看过那些个好角儿，比如说梅先生，最早的什么那些老演员，朱老都赶上过。所以他告诉我从前那些老演员怎么演的，就跟我说，这就提高了我的艺术品位。哎，而且在舞台上带着您演，他会让您进步的会更快啊。是这样。那说到两家的情谊，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朱传荣老师来到我们现场作为惊喜嘉宾。那现在给您一个机会，您可以点一出戏，点一出耳闻没有见过的戏，梁红玉擂鼓战金山。让我的学生演这么一段，让他来表演一下，掌声有请。
谢谢林永娜刚才为我们带来宋丹菊老师的代表作《梁红玉》。那接下来咱们要聊的就是您在生活当中的恩爱的伴侣，朱文相，朱文相先生。哎，您二位是什么时候结识的呢？65年年底，是由朱文相的姐夫，叫闵兆华。那会儿他介绍的，我喜欢有文化的人。他在那时候，他是一个71中的老师。认识了以后没多久呢，我们就结婚了。当时您两位结识的时候，您父亲还在吗？我父亲在。他听说呢是个教师文化人，也觉得呢比较满意。后来我们有了孩子以后，照样他上他的班，我练我的功。我们俩人呢都是在业务上比较努力的人。他呢在戏剧研究院念研究生。我那个时候也恨不能没有一天要不到练功场上，就好像这一天缺点什么。所以呢晚上演戏回来以后挺晚，然后早上起来天不亮又起来了，又去练功去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所以呢我们呢在那个工作上是一个志同道合的人。都有共同的信仰，都是爱戏之人。爱戏。我们也知道朱文相先生是曾经的中国戏剧学院院长，戏曲的理论家。对。他是后来是什么时候又到了中国戏剧学院呢？他是80年代初，那时候是于林先生就介绍的，就说那个戏曲啊，是一条胡同，文学是一条胡同，两个胡同通的，说朱文相，因为他学文学的人，他的父亲。我的公公就爱戏，在家里就是票友，就唱戏，所以他从小呢，也是听戏比较多，他们家呢跟马先生是莫逆之交，马连良先生，有时候马先生写点东西什么，都是文相帮助什么的。那什么时候您也和朱文相先生一起开始从事到教学工作当中了呢？因为这个文相生病，然后他就。经常住医院，我就演不了戏了，就得照顾他了。照顾他。然后我呢就，写了辞职报告，我把我正在成长的这个年华时候，正给我排大戏的时候，我就把工作辞掉了。我觉得他的工作比我更重要，因为他领导着一个院的工作，他又开创了很多学院，从附中转大学。开创了很多这个科目，所以呢我就尽量的帮助他，照顾他病，照顾家里头，这么样我就把工作辞了。那么后来他稍微有缓好一点的时候，我就学院里头呢是苏怡老师找我说能不能上学校来带带课，就进了中国戏曲学院。那回忆到那一段经历，您后来是除了在中国戏剧学院任教之外呢，您还和朱文相先生一起办起了培训班。这是因为有很多小孩啊想让我给练练功。因为我们家有时候呢些票友啊，我公公还带着爱唱戏的，组织个琴呐，组织个鼓啊，一块儿唱唱。后来就把那些小孩啊就带到这个地方，弄上点把杆啊，我空下来的时候就给他们练练功。有时候朱文相也来看一看，就鼓励孩子们，好好学，好好练。接下来我们这道问题呀，就跟刚才您提到的有关。来，请看，朱文相和宋丹菊一共培养出多少学生？四个选项 ：A. 200多位 ，B. 400多位 ，C. 600多位 ，D. 800多位。您记得吗？有统计过吗？这个就是一个大概吧。就是这指的是我们在家里头的业余的孩子。多大的孩子呀？小的4-5岁。大的有时候是10几岁的。一共培养出多少位学生呢？大概其来来走走可能800左右。那所以说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D， 800多位。那我们看一下网络端有多少位网友回答正确呢？看一下，
一共有9位，咱们把掌声也送给他们。要说到曾经的您教过的学生啊，今天啊就有2位学生代表，他们也有话想对您说，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二位，好不好？来，有请。欢迎中国传媒大学的副教授赵娟老师，国家京剧院编剧、故宫博物院博士后池俊老师，两位也说一说当年是怎么和二老结缘的，好不好？我呢，先是在表演系，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专业。那么宋老师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宋老师，哦，这大个儿唱刀马旦合适，我记得非常清楚。但是我没有随宋老师唱刀马旦，我跟宋老师学的是花旦戏。所以宋老师不仅是宋派戏特别扎实，他其他流派戏都特别强。后来我又转到了导演系，朱老师是导演系的老师，是给我们上导演系的课的。那池俊老师呢？您当时也是在中国戏曲学院认识的二老？可不是，我其实挺神奇的啊。我当时的本科在浙江大学中文系。哦，浙大。对，我们当时有一位老先生叫任明耀，也是戏曲研究家。嗯，他跟朱老师呢是笔友，其实他们也没见过面。他说我在北京啊认识一个戏曲的大家啊，朱文相先生，我呢给你写封信，你呢去拜访拜访他。我要带着任老师的信去朱老师家，一聊呢，哎，朱老师原来也是学中文的，就是我们的学员啊，非常的像。他说你将来可以考虑考我的研究生。哦，其实那时候我们才上了大二，还没有考虑将来考研的事儿。嗯，他这么一说呢，就好像一颗种子播在那儿一样。后来朱老师到浙江艺术职业学院来讲4天的学，当时朱老师在那个住的宾馆里就开始跟我就开始上上课了。嗯，他说你以后啊可以研究戏曲表演美学。宋老师您当时还说，您招了他以后慢慢给他教啊，有的是机会教他。所以那个时候是对朱老师、对宋老师的最初的印象啊。对。那今天我们现场呀、啊，还原了一个当年啊，我们宋老师和朱老师一起教学生的这样一个四合院的场景了。嗯。我不知道两位会有什么样的代入感，会带来什么样的回忆。我对那个院是挺熟，院很大，我们练功都在那院里头练，所以我对一个对院子的情感非常深。就是我的戏都是宋老师在那儿排的，走出来很多梅花奖。走出来很多研究生，我们都戏称他是研究生公寓啊。当我考上中戏的博士以后，我就跟朱老师汇报这个情况，朱老师跟宋老师马上就说，那你住8条吧，8条离中戏近，住在自己家里。对呀、啊、对呀、啊、师姐我们还做过邻居。师姐，对，我在半年时间里也在东四8条住、啊、您住北屋，我住东厢房。对对对，宋老师啊，我特别羡慕他们，您怎么这个收学生还管住啊？他们当时啊是念书，嗯，还是学生，嗯，所以租房呢不那么方便、嗯、我那家里头有地方，而且他们两个人又是特别好学，我当老师的都是特别喜欢好学的学生。您看到他们是不是觉得特骄傲特自豪？我为他们进步非常高兴啊。两位老师都是在从事着研究工作啊，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传承。朱老师主要是在理论方面给我们特别扎实，尤其是对我们研究生每个人都是因材施教，量身定做。我在读朱老师硕士研究生的时候，他已经请了传媒大学，当时叫北京广播学院，2位老师给我单独上课。老师专门为你请老师？单独为我请老师给我上课。但是那个时候并不知道我将来要就职于传媒大学，只是觉得我应该走戏曲电视啊、戏曲影视啊，往这边再多发展一些。所以这朱老师给我的计划是这样，但没想到毕业以后传媒大学正好需要人，导演研究生就我一个人，说那是让他来试讲吧。哎，结果正好，我就说朱老师给我这个计划给安排特别适合我，真的是伯乐啊，他真的是伯乐。在传媒大学我又教理论课，也教剧目课，剧目课这块就授予宋老师。所以我在给学生讲戏的时候，就是宋老师给我讲戏的时候，先讲就是戏情戏理，先讲了人物，讲了情节，然后我再上台，那感觉就准了。所以就是老师要是不讲戏，你就光演一个空壳，就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这是我从宋老师这儿学的，就场上的这块。所以这2条腿走路都是2位恩师给我们打得特别扎实。他说的这个戏理的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我们演戏啊都是有几个阶段，你得先问这个戏是为什么，不是千人一面，而且是一人千面，就是你一个人呢，你能演各种各样性格的人，各种各样环境的人，不同性格，不同年龄，就是说一个演员就是要多才。所以他们表现很好。我就发现池俊老师更全面啊、嗯、这个能唱能画能演能表还能写，
它还能倒。哦，对，还能倒。这其实是朱老师规划的，他给我的一个人生的学习的定位啊，宽窄宽，就是我本科啊学中文的，面比较宽，硕士呢学戏曲表导理论，比较窄。他说博士将来啊再宽开来啊，我就学的东方戏剧。其实我上博士的时候，文向老师已经不在了，他已经规划到他的身后了。我经常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朱文湘。说起来特别动容啊。后来朱老师就收为他为义子。在朱老师后面一段时间，我是天天住在朱老师家里。他很孝顺的，他一直照顾朱老师。住了有半年多时间，然后后来到医院，到医院我是倒班的陪床，然后呢，朱老师在病房里头，还在他精力好的时候，还陆陆续续的还在给我上课。在他去世前一天，那天的凌晨，他睡不着，他说：“我想收你当儿子，行不行？”我说：“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我说：“我做梦都把您当做我的父亲，我一直也在您在我心里就是我的父亲。”所以我当场就磕头，我说：“您就是我父亲。”然后第二天一早，您一到病房，我干爹就跟您说，他说我昨天做了一件事情，您要同意我啊，我已经收了他做儿子了。您当时说你喜欢我就喜欢，你收他我就收他。文向老师他最后一本书《戏曲表导演论集》啊，当时呢，在他的人生最后阶段，我就努力的帮他去整理，最后呢，在他去世不久。虽然没有在最后看到，但是呢，我们也觉得完成了他一个心愿，是他的一个自选集，啊，体现了他在理论上的成就的一个结晶。那刚才咱们说了这么多，是不是今天也看看他们的这个功夫，是不是还都记得，好不好？啊，我有一个秘密告诉大家，就是什么秘密？我们在八条排练的时候会有场面跟我们想排，因为那个时候不能演出，肯定要想排，要有这样排练。宋老师就会指挥场面。指挥古诗说这点大罗凤点头，然后古诗就有时候就不太明白，宋老师上去就来夸就打起来了。这您这文武场也学过呀？很厉害。我那是挑弦，挑弦。那咱现场就这样，您来司鼓，两位学生来演唱怎么样？合作一段。好，试试。带来点什么呢？宋老师您点吧，我们听您的。会的太多了是吧？他也能唱旦角。哟，那就一起来，两位带着来段别姬。好啊，好。霸王别姬，来，掌声欢迎。
点评一下他们俩唱的啊，唱的不错，打的不怎么样。您太谦虚了，主要是听您的鼓，玩票我们是帮着您的。石俊现在他帮助我修改一些我父亲这个冷门的戏，好多年，六七十年没有演过的戏，现在呢就由池俊和我儿子朱天，他们两个人，一块策划，一块修改。太好了，后面我们就有个海陆空的计划啊，海陆空，空就是百鸟朝凤，参考了，玉双姨藏的传奇包忠廉，老本子，老本子，又是传统戏的百草山，就是鞠大纲，然后整理又结合了翁永红先生的创意，百鸟朝凤，这样把故事呢完整化，又保留了精华，这是空，这个海就是美人鱼，几乎已经失传了。40年代前我父亲演的，是翁永红先生特意为我父亲量身定做的啊，这出戏。对，我们对这个戏的立意啊又进行了修整啊，使这个人物呢更加的鲜明，但是呢表演的精华是保留的。还有鹿就是忠烈鸳鸯，讲的是一个女将啊，对她的未婚的丈夫啊怀有特别深的感情，杨家将的一出戏。太好了。那也就是说接下来的您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可能是要去帮助我们的孙丹菊老师去整理恢复那些宋派的失传那些剧目吗？对，因为这个流派剧目啊，它是一个流派艺术精神的载体啊，如果没有这些剧目，我们去谈艺术的风格、艺术的技巧，它都没有所依傍。我们把戏恢复起来了，就是把流派传下来了。说得好。那赵军老师呢？我是希望宋老师在多出作品的同时，能够向其他高校，比如中国传媒大学邀请您也教教戏。其实赵老师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培养那些戏曲的观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了专业演员，有了我们的好的剧目，有了好的剧本，怎么能够得到观众的喜爱？观众得走进剧院去看。对，刚才说到观众啊，其实我们此时此刻通过几轮的答题，现在在网络端呢还有9位，那按照我们节目的规则呢，最终只有一位可以实现他的梦想，就是和我们的名家实时连线。我们看看谁是今天的幸运观众，好不好？好，来，马上进行连线。你好，董毅老师好，宋老师好，赵娟老师好，池俊老师好，我是中国戏剧学院的学生李菁。李菁啊，李菁应该是女老生啊。对，她虽然是女老生啊，她没有词味儿，唱得特别好。那这也是您的学生？是啊，她小的时候在我那四合院练的功。那有什么话想对我们的宋老师说？特别感谢宋老师对于我的帮助，这么多年一直的支持我，鼓励我。也希望宋老师保重身体，健康长寿，把我们的宋派艺术，多教学生，多传学生，薪火不息。谢谢你，谢谢。那今天还有什么样子的愿望呢？希望宋老师可以和学生们一起表演特别有代表性的宋派剧目，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有意义。让我们看到有传承的意义在里面。那李菁的这个要求您能满足他吗？好啊，好。那接下来就欢迎宋丹菊老师带着众位弟子们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我们也借这个节目呢祝所有的老艺术家们健康长寿。谢谢。有请。
少英姿，侠义女，婀娜多情，美佳人，这就是本期的角儿宋丹菊。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我父亲打出手的时候呢，他是满台飞，就扔到台底下去了，他蹭跑过去，然后这脚伸出去给勾过来，他们手里头还耍着，就跟玩似的。你进武又得是旦就难了。举一个例子，改容战术，这一匹马，哇，搂搂藏，这是谁呀？这小生这么帅，这么帅，这么亮，一见钟情。